天，白白的云。Go go， 吃花了。南投到了。南投服务区，我们要下去休息一下。天气阴阴凉凉的，但是好像也蛮舒服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车内。南投服务区，不是想说你在说废话。在600公尺处向左转。我们来到了南投的有德意面。今天是国庆连假，人非常的多。我们点了他的招牌意面，跟一碗肉燥饭，一碗综合汤。它这种跟那台南的不一样，这种是卤肉饭，然后它比较有卤肉的绵密度，跟那个饭搭配，就真香，真好吃。看你在吃到這樣，感覺很好吃這樣哦。我覺得沒有很香。大家也可以來這邊吃看看，比較看看哦。那我們現在來到那個中心新村，要來吃一間正點冰淇淋。正点冰棒，中心新村就是台湾以前的眷村吧。中心新村的菜市场，这边都有卖面。顺点牛乳大王，我煮人阿多啊！来顺点冰淇淋是冰砖，人超多的。今天7月9号人。然后冰山的旁边啊，就是正点冰淇淋的旁边有卖这一间，也蛮多人排队的。冰砖那个牛奶的三个，直接吃吗？对。我后面三牛砖吃。还有一个那个乌梅加花生冰淇淋。再一个乌花吃吃，145块，收你500元。终于买到牛奶冰了。这里正点牛乳大的很快。蛮快的，我先去旁边吃哦。大家有耐心。开始哦。正点，真的很正点。里面还有葡萄干。那个是葡萄干、哦。它的味道应该是吧？味道真的不错、哦。
猪的饼干敢会够脆？这几只几块？35。35。嗯，很棒嘞。那个饼干比较好吃。对不？哎，坚持，它其实很多人，但是排得很快，一定要有耐心。对啊。还好。真的，因为蛮好吃的。我感觉现在不听黄美文的喂。这个推。哦。精神都来了。那、啊、你喝一杯啊。我这一杯蛮好喝的。哎，我要吃葱油饼啊。他旁边是卖那个小米葱油饼，马家好吃。马家沈阳100啊。买了半张四个人吃，60块。有，好烫啊！有点拿不住了，重新吧。OK 啊，是可以。那么这样，应该是讲新鲜啊。新鲜啊。直接小米做，小米做的嘛哈，不是面粉。对，小米。那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跟一般面粉有什么差别？你在？搞不出来，没有感觉。你赶快。你要吃冰吗？这个。我不要。不要。这是什么？我这个花生各加各加乌梅冰淇淋。还够刷冰了呀。嗯。好，谢谢。